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62面，662面第七行，经文看起，第七行经文，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摄因骄纵，任心自知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过意，即为多端，尊卑中外，更相欺狂，诚慧愚痴，愚自后起，愚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借分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富有迁徙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辛劳辛苦，如是至尽，无业随者，善恶祸福追命所生，或在落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赠报，不思目的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给，消散复取，神明克制，终入卧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这是无卧里头第二段。道卧，前面第一段是杀生，这是偷盗。我们看念老的脊柱，第二，这第二段明道卧，说明偷盗之物。与有主，这个物只要是有主人的，若多若少，不论是多是少，说不与而取，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，物主的同意，你随便呢取用，都叫做盗。所以这个盗戒很不容易持，一定要很小心谨慎。为什么呢？有意无意，有时候习惯了，不知道这个罪过有这么重，盗心，我们常说占便宜的念头就是盗心，很难持啊！经商的人很多，居家的人也很多，总想走法律的漏洞，少缴一点税。占国家的便宜，这个过失比偷盗人的财物更重啊！为什么？偷一个人的财物，你得欠一个人债；你漏了国家国税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，全都是债主。
将来还债还不清呢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所以佛法里面讲，道界里头最严重的叫十方无，寺院安堂，十方道场啊，每一个出家人都有份呢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此界他方，十方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的出家众，这佛法僧呢，他通通都有份。所以，佛在经上呢，说的是实话，不是吓唬人的。你造无逆十恶了，佛都有办法救你。道常住无，佛不能救。常住是寺庙安堂的，你盗他一分钱，你盗他一个物品，那个罪过佛没有办法救你，为什么？太重了，你的债主太多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出家的这个僧众，他都有份，你都欠他的，这个债怎么还法呢？没法子还。那到什么地方消这个业呢？无间地狱，苦不堪言呐！这个话我不能多说，不能细说，点到为止。诸位自己要细心去体会。要尊重常住，那是修行人所有的资财。滋养他的生命，滋养他的道业。十方善行人士供养的，这个罪过太大太大了。不能不知道啊，《地藏经》上讲得很清楚。道恶之行源于三途：贪欲、奸淫、一生道行。人不贪，他就不会盗取别人的财物。总是贪心很重，贪财、贪名、贪利。贪的对象可多了，有意无意，有意是起盗心，偷盗财物，无意多半是一般小事。常常疏忽了，随便的挪用，随便的把它移动，这是人不良的习气，这习惯了，诸恶相滋。作恶不是一个单纯的，大概是
贪嗔痴慢疑，一种恶念起来了，其他的都融合在里头。啊，诸恶套，这个经上讲的无恶，全都犯了。啊，这样成了道的过失，好像判决啊，这就定案了。以下从不顺的发度到不顾前后，这个里头我在科判里头判了三个小段，啊，到戒分尘丑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啊，啊，这一段表贪欲之过，现在是贪欲泛滥了，超过了包括点了，所以感得地球的灾变，啊，个人疾病，这是小事啊。家庭的兴衰比个人的业力就大，能够让整个地球产生灾变，这是多么大的恶业，才会出现这个现象啊！这不是一个人的，这共业，现在整个社会，所以常说人心坏了。人心坏什么？人心全部都是贪嗔痴慢疑。贪嗔痴慢疑的反面就是无戒摄善，无戒摄善现在全没有了，全部变成贪嗔痴慢疑啊。对应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，就是仁义礼智信，注意想想这五个字，现在在社会里谁去做？这五个字没有了。这五个字的反面就是贪嗔痴慢疑。贪嗔痴慢疑表现在外面，就是杀盗淫妄酒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现在人身体多病多灾呀！啊，地球是灾难重重啊！啊，同学们好心，因为我平常不看这些新闻，啊，他们把这些新闻的标题给我列出来，全世界啊，这些地球上的灾变、社会的灾难，三月份一共82条，四月份有59条，五月份有67条，六月份有155条，七月份有176条，节节上升了。
八月份恐怕会超过2000条，200条，一次比一次严重。一般人看到这种现象，心里担忧害怕了。能不能解决呢？不能解决。什么原因不能解决？他不相信，认为这是地球上的灾难，跟我们起心动念，跟我们的贪嗔痴慢杀盗淫妄没关系。甚至于有人看到这些灾难现前，反正来日不多了，有一天尽量快活一天，把杀盗淫妄酒再加上几杯，这都是自作孽，不可厚啊。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？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就是我们把传统祖宗的教育丢掉了。古人说的话是非常有道理，说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不听老人言，瞧不起老人，因为老人没用了，落伍了，赶不上时代了。过去的老祖宗无能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过那么穷苦的生活，都是这样的心态。错误的心态就干出错误的行为，就造下了严重的罪业，他就得感受今天的果报。首先这第一句话佛就说了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法度是什么呢？这下面又解释，法是法轨法则，轨是轨道啊。在中国，这个法度是什么？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古圣先贤不是他们创造的，不是他们发明的，他们定的这些法则根据什么定的？根据大自然的运行，取法于大自然，换一句话说，顺法度就是顺大自然的规则，在佛法里面讲，宇宙的缘起，众生的根源，佛说的是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
无明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里面升起三种现象：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这就是法则，它有次序的，它不能颠倒的。随顺这个法则，这是健康的，这是安稳的，是吉祥的，是幸福快乐的。违背了法则，灾难就来了。现在讲科学，大家崇尚科学。科学是什么呢？不顺法度，要改变自然，那灾难就来了。最明显，大概现在有不少人破坏自然生态。是什么呢？美容啊。你父母生下的面孔是自然的，偏偏又破坏它，到美容院去改造一下，改的是不错，是挺漂亮的，可是10年之后灾难来了。我在澳洲的时候，我在乡下小精舍里头，有一个。好像是越南的同学，是我们的义工，在我那里住了几天，我每天看他愁眉苦脸，非常难过。我问他怎么搞的，年轻的时候就美容鼻子，现在毛病发生了，苦不堪言。我就告诉他，你不应该破坏自然生态啊。这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吗？自然是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健康的，最幸福的，你有什么破坏它？这是个人生。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吃的东西，穿的东西，都是破坏自然。所以你吃它，你穿它，你一身的是病态，你不知道病从哪来的。特别现在破坏自然，破坏到基础，改变基因，让蔬菜水果，长得特别好看，特别肥大，可里头营养没有。养分远远不如从前人工栽培的。连稻米都要改造基因，人很能干呐，破坏大自然呐。带给你全身的疾病，带给大地的疾病。为什么大地农药化肥，耕种过之后它就不能再长东西了。土地被毒了。水源被毒了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可能将来过个几十年之后，空气都有毒了，那连呼吸都会得病。那么科技发展，人定胜天，破坏自然生态，要去改变它，最后的代价是整个人类灭绝，这找死啊！轻慢祖宗，毁谤祖宗，侮辱祖宗，祖宗给你最好的东西，叫忘恩负义啊！你该受什么果报？所以，全都是造作的，
地狱罪啊。你想想看，不是吗？啊，为什么要改变这些自然基因？都是贪嗔痴造的呀。啊，他自己晓不晓得这个后果？他知道。为什么还要干？只要自己得利益就好了，别人死活与我不相干呐。他哪里知道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？他不知道。迷惑颠倒没智慧，他才会干出这种傻事啊。回过头再看看古人，古人有真智慧啊，决定是随顺自然。还原观上给我们讲的四德，第一个随缘妙用啊，啊，随缘就妙了，不随缘就不妙了。啊，今天社会几个人随缘？啊，先前的教育。幼儿园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叫他要竞争了。看随缘是落伍的。啊，看竞争是进步的。再往哪里进？往无间地狱进进。它是境界啊！现在这些事实真相都摆在我们面前还能不觉悟吗？啊，我们实在说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，遇到佛法。如果不遇到佛法，我们也是无知啊，也跟着社会大众一样盲从啊，造无间地狱罪业。啊，你冷静细心观察，几个人不造罪业？啊，你才想到这个事情多么可怕。所以要救自己，要救家庭，救社会，救地球。从哪里下手呢？随顺法度，不顺法度就完了。要随顺呢、啊，要随顺古圣先贤的法度，要随顺佛菩萨的法度。为什么？他是圣贤，他是佛菩萨。佛菩萨圣贤是什么意思？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，明白人。啊，圣贤是明白人。我们是不明白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一无所知。那佛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了的人。那我们迷惑颠倒，跟着
明白人走就不会走错路啊。让他在前面，我们跟在后头啊。我们不服气，我们一定要带头，让他们跟到我们后头，通通都受罪了。啊，不过说老实话，我们走在前面，我们受罪，一群糊涂人跟我们一起受罪，明白人不受罪。啊，明白人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他解脱了，他得大自在了。中国人讲法合情合理合法啊，这还有个名词叫义，仁义，义是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仁是爱人啊，仁义道德都要以圣贤为标准，在佛法里一定是以佛为标准，佛是觉悟的人啊，他在世间的时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我们学习的标准啊，他为我们实现的是个觉悟的状况，我们凡夫是迷惑的状况啊，迷惑的人跟觉悟的人走不会错啊，在中国平民百姓跟着圣贤人走没错，古代这些帝王没有不跟圣贤走的，如果他不跟圣贤走，他肯定是家破国亡他保不住啊！啊，你看看每一个朝代末代的帝王他不顺法度，所以他的王朝就被别人推翻了，被别人取而代之。那个取而代之的人，肯定他是顺法度。啊，顺天行道。啊，他才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王朝。啊，把人民再带回到幸福。带回到和谐。啊，祖宗这一些法度传到今天不止五千年了，五千年以前没有文字记载，不能说他没有法度啊，我相信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古老的神仙，没有文字之前至少是一万年之前传下来的，世世代代都遵守，没有出乱子，
啊，开始怀疑，这是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。西方讲究科学啊，虽然西方文化冲击到中国，中国人还是相当保守啊，所以前一百年怀疑，慢慢怀疑了啊，怀疑中国文化好像比不上西方啊。最近这一百年呢，逐渐逐渐把祖宗的这个法则抛弃掉了，不要了，完全学外国的，现在出事情了，社会乱了，地球灾变这么多了，着急了，怎么办啊？这个灾难已经遍及全世界了，外国人也没法子，外国人到中国来找方法，到印度去找方法啊，我们自己还没醒过来啊，还在所谓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走一步算一步啊！祖宗这么好的东西，佛法这么好的东西，不肯学啊！真正应验了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这个亏可吃大了。啊，今世生活在痛苦之中，来世堕落在三途，这亏吃大了。啊，鬼鬼度，皆常规也。啊，规是规矩，度是有节制。啊，告诉我们，规矩是个标准。越轨不离开轨度的极限，可以离开轨度的极限，就要出事情了。啊，常是永恒不变，叫常。啊，佛法的三规五戒十善永恒不变，叫常规呀。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常规呀。不能不遵守啊，不遵守就出事情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不能不学习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常说的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
啊，最近我们提出孔孟学说是什么？仁义忠恕，啊，大臣真诚慈悲，啊，日本的稻盛和夫所说的敬天爱人，敬天是仁义，爱人是忠恕，我们要救自己，要救家人，要救社会，要救国家，要救地球，不回头做不到啊！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，这些东西不是念的，不是讲的，是要做到。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范，所以叫常规呀。你不能一天不吃饭，那这个规矩你不能一天不遵守，它跟吃饭一样重要。啊，所以要把常规变成我们自己日常思想行为，真做到了。啊，最近我们将群书之要印出来，国学之要印出来了，这两种都是常规。群书之要是唐太宗治国的常规。啊，中国在历史上，大家都说唐朝政治最清明最好。他怎么走出来？群书之要的规矩啊，有人告诉我，现在有不少人在学习啊，在读啊，在讲啊，读跟讲比不读不讲好，值得赞叹。能不能救你自己？能不能带给你家庭幸福，带给社会和谐呢？告诉你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？法度不是讲的，法度不是念的，法度是行的，法度是生活，是工作，是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得把它做出来。啊，做出来，你是圣人，你是贤人，你是佛，你是菩萨。如果光是念，光是讲，做不到，你还是凡夫。啊，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你没有办法解脱。啊，关键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得到的不是，为什么把它大量的反映，目的是保存它，
让这个书在世间不至于消失。目的在此地。啊，印一万套，一万个人家收藏。啊，世界灾难再多，总会留几个嘛。这个书不会失传的，我们目的在此地。啊，落在哪些人手上会开花结果呢？好善好德。啊，像孔夫子所说的，幸而好古的人，他得到了就会开花结果。啊，一万当人当中啊，至少也会有几个好善好德的。啊，到他手上就起作用。啊，所以很多人问我，啊，要选些什么样的人来培养？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没有这个福报，也没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我不能培养人才，我只能把这个印出来，到处去散，播种子，撒种子，种子撒下去后，什么人去耕耘，什么人去收成，都不是我，我不想干。种子撒下去了，我就没事了。啊，多少年前我就讲过，人生在这个世界，每个人的善根福德不相同，智慧不相同，际遇不相同，我们所做的行业也不相同，这就是多元文化了。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，把自己的本分事情做好了，大家互相合作，社会就和谐了。那我们这个行业干什么的？讲经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做出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。啊，一直教到他离开这个世界。啊，他是79岁走的，30岁开悟就开始教，49年没有一天空过啊，叫负责尽职。我这个行业做到了，每一个行业都做得好，啊，大家能够互助合作，这就是共同创造幸福美满的人生，啊，利益和谐的社会。啊，做本行，不要干涉别的行。啊，好像我们身体，你看外面五官，眼耳鼻舌身，各有各的任务。眼睛只管看，耳朵只管听，眼睛不要干涉耳朵，耳朵也不能干涉眼睛。啊，个个都第一，身体健康啊。如果你要竞争，我眼睛也第一，你们其他都不行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病了，这人只有眼睛好，其他都不行了，那多悲哀呀！健康的说，个个都第一，我在这行第一，你那一行也第一，通通都第一，这社会多美好。
啊，文化是多元的。从我们自己本身，你看外面眼耳鼻舌身和谐，里面五脏六腑和谐，这人健康长寿啊。啊，只有一样好，别的都不行。肯定走向死亡的道路，他活不了了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。啊，不懂，那你就走的死路。啊，你要懂得，你走的是生路。啊，生生不息。摄饮骄纵，摄者摄之，这个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饮者，这个地方饮的饮用，等不等观杂录。这里的是经中淫多从女旁，专指男女之事，淫心无节，故曰摄心，皆是戒度，就过分了啊！所以淫这个字不是专指男女，凡是过分了都叫淫啊，鱼下的太多了叫淫鱼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过度了，超过需要的分量，都统统叫淫。啊，贪嗔痴慢疑有，凡夫都有，不能太过分了。啊，过分就错误了。啊，骄横，为持己凌人，就是骄慢了，傲慢了。啊，我们常用说功高我慢。啊，自己以为高处超过别人，啊，别人都不如自己。这种烦恼人人皆有，与生俱来的烦恼啊！你从哪一天开始有啊？从一念不绝那个时候就有啊！摩那时啊，摩那从阿赖耶变现的。啊，莫那是什么呢？我见执着生生我，这就错了。啊，跟着这一个错误，底下三个大烦恼跟着他来了。啊，首先有我见，从我见就有我爱，我爱吃贪。有我痴啊，愚痴；有我慢啊，傲慢。傲慢是嗔，就是嗔的根啊。所以说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啊。啊，我爱啊，这我就是我见的，我见我爱。我吃我慢，这就是阿，就是莫那时啊。莫那叫一根呐、啊，非常执着 啊。第六是意识，善于分别，妄想太多啊，妄想多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转过来的就是阿罗汉
第七识转过来了，就是菩萨。啊，六七一转呢，五八跟着转。啊，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，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，成就所作。成就所作指什么？指普度众生。啊，第六意识变成了妙观察，第七识变成平等心。为什么？我没有了就平等了。啊，所以四大烦恼，啊，我见、我贪、我痴、我慢，全都变成智慧，一转就变成智慧，哎，叫根本烦恼啊！根之根就是我啊，没有我，什么事都解决了，这就是执着这个我麻烦了。执着阿赖耶的见分里面的一分，认为是自己的心，就妄心；执着阿赖耶相分的一分的身体，阿赖耶相分变化就是一相分都是阿赖耶的呀。执着这里头一点点，认为是我身。啊，这是开始错了，这一错就错到底。啊，在六道的轮回搞生死，搞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苦不堪言呐！啊，什么时候觉悟？什么时候醒过来？啊，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真正觉悟、真正醒过来太难太难了。什么原因？坚固的执着，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把它解开。啊，佛菩萨再慈悲，没有办法帮助你。佛菩萨帮助人，只是把事实真相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你觉悟。回头一定靠自己。啊，回头说放下了，把这个根本的错误放下。啊，就是我。啊，有没有我？有我，有真正的我。常乐我净，四净的自信里的有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身是不是我？当然是我，是我的一分呢，就是我的一个细胞啊。这个细胞是我，那个细胞也是我啊。啊，眼睛是我，耳朵也是我。我总不能承认眼睛是我，其他都不是啊。我们今天犯的过失就是这样的，只认得这个是我，其他都不是我。啊，这个是错误的根源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，人自爱，他就会爱人。为什么呢？人跟自己是一，不是二。他真爱，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他真不自爱啊，执着这个生活就是不自爱啊。
啊，《楞严经》上的比喻，佛把自信比喻作大海，把我们人的执着比喻大海个水泡。执着大海水泡生活，不知道大海生活，这就迷了。啊，只爱这个小水泡，不爱整个大海，叫不自爱。什么时候他才证得呢？水泡破了，哎呦，原来大海是自己啊！破了什么？把这个观念放下了，就破了，破了我执了，证阿罗汉果，再破了法执了，就成无上菩提了。就成佛了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给我们做个表演。19岁，舍弃家庭，舍弃王位，舍弃荣华富贵，那什么呢？破我执，就是破烦恼执啊！出去参学，学了12年。菩提树下入定，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，不要了，破所执障，2种障碍都破了，成佛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没见性的时候，学了这么一大堆的东西。要知道，佛教你学是帮助你放下的。你不了解它，你不肯放下；了解之后，你肯放下了。放下就是啊。所以，世尊当年在世表演的，完全是知识分子啊！这个社会上，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啊。他用这个身份来表演，啊，慧能大师在中国不是表演知识分子，表演一个农民，啊，只知道干活。不知道读书的，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啊，中国是农业社会，农民的人数最多。啊，他用这个方法，这叫随缘呢。印度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候。知识分子最多，啊，是印度古典文化最辉煌的时代，啊，单单宗教，佛经上记载96家，啊，其他的学派很多，不在宗教之下了。啊，那个时代很像中国春秋战国，啊，所以诸子百家，啊，这都是知识，就是现在讲知识爆炸了。啊，佛出现在那个时代，啊，实现一个知识分子，啊，年轻又为好学。啊，做这个榜样，啊，所以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时代，他用不同的身份，这个用意很深呐、啊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
啊，应用什么方法就教他，就用什么方法。让大家正信、正解、正信。啊，这才能真正的回头，明心见性。啊，所以法度规矩一定要懂，一定要遵守，为众生做好样子，为义有责。啊，对自己来讲是随缘妙用，对外面大众来讲、利他来讲呢，是为义有责。啊，这个时代人他得的是什么病？他哪些地方有问题？要把他纠正过来，纠正我们先做好样子给他看。啊，这个好样子还是老样子，没有新花样。新花样搞不出来的，还是老样子。那就是要把三规五戒十善六度做出来。啊，也是四门。啊，在中国传统里也四门。啊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也是四门。啊，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，这就叫为义有责。能度众生啊，能救地球啊。做不是做给自己的，做给别人看的。没有自己，你做的才自在啊。啊，做的才快乐啊！啊，为自己错了。什么是自己？大众是自己，社会是自己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自己。啊，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特别指出来，摄淫骄纵这个东西是重病啊，先把它治好啊，一定要把它远离。啊，决定没有骄傲。啊，骄傲之道与生俱来。以前李老师跟我讲，啊，证明什么？人都有傲慢。啊，街上讨饭的叫啊，我们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来，还有。啊，还有讨饭的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到印尼去看，很多，街上很多。啊，这种人叫贫贱到极处啊，凭什么有财啊？见什么有地位啊？沦落到乞丐。他有没有傲慢？有。啊，你不要看他穷，坐在地上，拿个破碗。有钱的人从旁边走过，坐在这个汽车旁边走过，他在那哼一声：“嗨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是有几个臭铜钱而已。”你看看，他还有傲慢心嘞。
啊，这说明傲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。啊，傲慢这个习气破坏了我们真诚恭敬。事出世间法是建立在真诚恭敬的基础上成就的。啊，圣学、佛学要没有真诚恭敬，你学不到。啊，所以孔子感叹地说，这句话应该是孔子的。啊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实教且令，其余则不足观也。我相信这个话是孔子说的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最佩服的是周公。啊，假如有个人像周公一样那种才华，啊，那种德行，啊，但是什么？但是他又骄傲，他又吝啬，他小气。夫子说，其余就不必看了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确实，大圣大贤。待人接物谦卑也，啊，我们在古籍上看到记载，周公处理政务的时候，啊，吃饭有个人来报告，有人要来见面，马上停下来去见客，而不是说等我吃完了再说吧，不是的。恭敬的，真诚恭敬的态度啊！啊，为社会办事，为大众办事，这要排在第一。啊，个人小事。都是值得后人去学习。啊，所以有傲慢，有小气，啊，吝啬，这种人不会有大的成就。啊，纵放纵。自也是放纵的意思，自知。啊，男女共居，不顺法度啊，放情纵欲，但图快意，不拘罪轻，故云任心自知。这是今天社会，整个世界社会。你到处都能看到的啊，所以让我们想到社会的动乱从哪来，就从这来的现在这四个字贫富贵贱他统统干了，那就赶得我们居住地球的灾变了。啊，天气反常了，居住的环境也反常了，没有一样不反常。反常的根源咋的？我们的心反常了。摄影骄纵不是常规啊。常规是仁义礼智信。
常规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这常规啊。饮酒，在佛的这个戒经里面，开源最多。酒属于遮戒，本身没有罪过。不像前面四种杀盗淫妄，本身是罪过，那叫性罪。酒属于遮罪，这是什么？防范的。酒醉了，你会干前面杀盗淫妄，会犯这个罪。所以佛把酒制定在五戒当中，就根本戒，为了防范杀盗淫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酒的开源就多了。酒用在佐料上，没过失。你烧菜的时候用料酒可以。为什么呢？他不会醉人。饮酒有节制。这个节制是什么？就是一杯，不会喝醉。在应酬的时候，一杯表示敬意。这要看个人的酒量。李老师以前给我们讲《礼记》，讲《礼记》就会讲到郑康成。他给我们大家说，如果每个人的酒量都跟郑康成一样，释迦牟尼佛这条戒就不要了。郑康成很厉害中国常讲三百杯呀，那就郑康成的故事。马融办学校，那就私塾啊。他在那里求学三年，学成离开了。老师带着同学到十里长亭送行，每一个人敬他三杯酒，大概有100多人了，他就喝了300杯呀。300杯酒喝下去之后，小小的礼节都不是，那真叫海量啊！所以300杯的典故是从郑康成来的，这汉朝人汉朝的大儒。一般人酒醉是乱性的，他喝不醉呀。所以要知道佛这个戒律是防范的。在佛门里面有病的时候，因为中医很多地方用酒做药引子，这个可以用。这是治病的，或者是保健的，都可以用。70岁以上，身体衰了，血液循环缓慢了，就能够帮助加强血液循环，就70岁以上的开源。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喝一杯酒。我们那时年轻不知道看到这五戒里杀盗淫妄酒，可是在寺庙里看到老和尚吃饭的时候放个小杯子，没人在的时候去闻闻看那是酒，怎么老和尚每一餐吃饭的时候喝一杯酒？
那我们也不敢问。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学，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。我看到某个老和尚，每一餐饭他都有杯酒，老和尚那是开瓶，他七八十岁了，需要帮助血液循环，这个可以，才知道，戒律的有开斋吃饭呐，那个开源一定要懂得，该开不开也是犯戒，该吃不吃也犯戒，吃是什么？那不准你开的，一定要遵守的。所以不懂得开戒吃饭，你没有办法吃戒。所以戒律是活泼的，活活泼泼，一点都不带板。我有一次在北京，那个时候我常到美国去，遇到美国一个华侨，跟我同姓徐先生，他在旅馆里办喜事，刚好我也住在那个旅馆，下楼梯的时候碰到了，他说他儿子娶媳妇，请陈思源做这个证婚人，他临时看到我，把我拉去也做个证婚人。那媳妇是日本人，所以来的宾客了，都是日本政界的这个商界的，这政府官员很多都参加，陈思源那时候政协副主席，给他来做主婚，这个证婚，也把我拖去证婚，两个证婚人，证婚人可以说话了，要致辞十分钟啊。我说好，我去，趁这个机会把佛法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陈思源的女儿是电影明星林黛，她是林黛的爸爸，林黛长得很像她爸爸。所以我就给大家讲了十分钟，大家听得很欢喜啊。这是机会教育吗？临时拉的也没有给我做素菜，把我拉上桌上了，我也陪大家喝一杯酒。旁边有一位叫廖什么志啊，廖仲恺的儿子还是孙子，他们大概都是部长阶级的，跟我做的，出家人可以喝酒，我说可以啊，那这个我们也都可以学啊。他马上就不一样了，这我后只限一杯，你不要给我添了，所以大家欢欢喜喜，我吃肉边菜呀。他说学佛这么自在这么潇洒，是啊，他说那这不难嘛，他们以为很难呢，因为那戒律是吃人的礼教啊，不是好好不不，就跟他讲。开斋吃饭，在临时遇到的这种场合，所以皆大欢喜啊！念念就帮助众生，帮助他们认识佛法，帮助他们了解佛法，帮助他欢喜佛法，然后再帮助他们学习佛法，这就对了。你说我犯戒堕地狱，我愿意堕地狱，我要救这些人，我要成就这些人。
这是菩萨道。啊，这戒其实决定不能破，破的时候我要下地狱啊！我不破戒，我会上天堂，自私自利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，中国古人讲的情理法，面面都顾到啊，大乘菩萨。活的他不是死的啊，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啊，菩萨生活的才快乐，才自在，才幸福啊。一般人为什么不敢学佛？看到戒律定的那么严，这个我要一学佛了，我这也不能干，那也不能干啊，所以他怕这个。给他讲清楚讲明白，酒决定不能喝醉，喝醉乱性，这就有罪过了。我们再看底下第二段，前面一段呢是讲道卧之因，这一段讲啊这道卧之法啊，也就是哪些行为是道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啊，这些句子。这下面接着是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诡异，极为多端，尊卑上下，更相欺狂。这些举例来说啊，这些全是道恶。啊，第一句，在位者利用权势，巧取豪夺，损人利己，误国殃民，种种恶业也。啊，他有这个机会，啊，利用他的权力。啊，利用他的势力，真的是巧取豪夺。啊，你有事情求他，不能不贿赂。啊，就是不能不送礼呀。啊，送礼少了不高兴了。啊，现在这个风气，全世界都有。啊，你要找这些在位的人办事。啊，你不懂得这些道理，你就办不通啊。我们不懂啊，处处碰壁。那碰多了，明白了，只好放弃，不干了，回归到本位，学释迦牟尼佛，天天讲经教学，干本行。那就是有缘，我们要尽心尽力帮助苦难众生，帮助社会；没有缘，不要去攀缘。攀缘是错误的。
啊，这个缘用现在话讲机会，有机会要做，没有机会不要去找。啊，心永远是定的，这叫妙用啊。啊，决定没有为自己。啊，绝不想帮助别人，自己想得到什么利益，没这个念头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，有道理。印光大师一生不做住持，不做当家，寺院的执事他都不干。啊，不收徒弟。啊，出家徒弟他不收。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啊。啊，自己生活虽然是苦一点，苦一点好，对世间没有留念，啊，没有贪念的。啊，老和尚生活在近代，给我们近代人做了榜样。啊，设方的供养，他没有拿去改善生活。他都做弘法利生的事业。啊，而弘法利生的事业呢，我们细心就观察这个老人。他是把印经布施摆在第一。哎，这个有好处啊。没有过时。啊，印出来书人家拿去卖都好啊。啊，既然有人买的话，他也都种了善根了。啊，所以我就学印光大师。设方供养，通通印，在印这个经书、善书，啊，经论善书，我都做这个。我在台北早年办了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。啊，专门做印诵经论善书。啊，不但是佛经，中国的是道、儒都印，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的，我们都印。啊，其他宗教的典籍我们也都响应。前年我在新加坡跟哈比哈山长老见面，他送我一部《古兰经》，中文注解的。啊，我常常在看，我也非常喜欢。这是民国初年的本子，很好，牌还是直行牌的，不是横的，直行牌的。啊，我都很有意思啊。把它翻印，啊，因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信徒很多，啊，不是伊斯兰教，像我们不是伊斯兰教，啊，想了解《古兰经》这个本子是很好的本子，啊，所以我都有意思翻印。帮助他们流通，啊，好书不言不回读啊，
有利于世道人心呐、啊！我们心量要脱开。这佛法讲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其他宗教也不例外，通通是一体。早年我在新加坡团结宗教啊，所以看了一些中文翻译的不同宗教的经典啊，我都很喜欢，好的句子用笔记记下来记录下来啊，我有个笔记本，印出来之后我贴个名字，世界宗教是一家啊，宗教可以团结，我们团结很成功啊，对于和谐社会也很有帮助啊。可是宗教团结的根一定是互相了解、互相认识啊，冲突矛盾就不会发生啊，会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啊，帮助社会安定，也帮助地球化解灾难下面引用加强术，这书里的说，宰相之患，放纵臣下，用取万民贿，妄取人物，是为居上不明也。啊，这是解释居上不明啊，讲得很清楚啊。宰相掌握了政权啊，他要放纵他的部下，收取贿赂，这就错了。我们要细心去读历史，朝廷这从这里开始腐败，他的灭亡日子就近了，快的在他这一代就亡国了，慢的大概两三代就保不住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前面讲得很清楚啊，不顺法度，这是因啊。啊，因那要讲求教化，所以最后还是归到教育。宰相
是过魁也。他要不正，下面全都歪了，所以上梁不正，下梁歪呀。你自己不贪污，你下面人不敢贪污；你自己不接受贿赂，底下人就不敢。你只要一接受贿赂，下面就大胆的接受了，而且还强取豪夺。这政治能长久吗？我们看历代王国，王国的因素是什么？一个是淫，一个是贪，就这两个字，亡国了。啊，中国五千年来，你看改朝换代，末代皇帝为什么会亡的？啊，就这两个字。身败名裂，国破家亡。啊，他具有权势的时候，能有多久？啊，他纵欲、行乐，没有几年呢。啊，这几年所造的罪业，行乐是在造业。来生是三途，人民送贿赂不是甘心情愿的，供养的是不得已，是你势力压迫着他。啊，不是甘心情愿的，那换句话说，你将来还债的，甘心情愿送给你，不要你还，这不甘心不情愿，来生还还债。是真正懂得因果，啊，报应不爽，敢干这个事情，不敢。啊，害人要偿命啊，收贿赂要还钱呐、啊，你敢吗？收得多还得多啊，得罪人多，你的冤亲债主报复的就多啊，全都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什么人有福啊？大公忠正的人有福。啊，他为人民做事，不收人民的贿赂。啊，国家有俸禄养活他，他生活能过得去。啊，生活有节制，懂得惜福啊！啊，那么他的一生，他是为人民造福，为国家造福，后来生的福报大了。啊，他来生不是在三途啊，他来生在天上啊！啊，所以。居上位也，可以上天堂，可以下地狱。但好好想想，是天堂好还是地狱好？这由你自己选择。啊，你要是纵欲享受，那就地狱去了。啊，你要真正是居在这个位置，为人民、为国家造福，你天堂去了。
所以受贿以赎盗窃，这就是偷盗的行为，这就是造的盗物啊！宽抚现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现是诬陷陷害好人呐、啊？为什么陷害他？大概送的贿赂不够多啊，来找麻烦了。啊，妄是邪取。啊，忠，敬事之心，奉公忘私，良是善良。啊，他在上位。下面真的有好人，好人要把他赶走。啊，那就得用陷害。这所谓的是欲加之罪也，何患无辞啊。陷害这些人，这些人都是好人，都是正直的人。啊，如果被陷害的，他不明因果，他没有学佛，怨恨在心呐、啊，这个怨恨就是来生要报复的了。啊，你这生陷害他，来生遇到的时候他陷害你，叫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这个冤仇解不开的。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佛菩萨常常教导我们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过去愚痴没有智慧结这些冤，一定想办法都把它化解，再不给人结冤仇了。你要遇到个学佛的人，遇到个明白人，你陷害他，他不记仇啊，他退下了就算了啊，或者是远走他方，啊，绝不记恨。你有没有罪呢？有罪。跟谁结罪呢？跟众生结罪。因为这个好人，他是为众生服务的。啊，现在讲他为人民服务的。你陷害他的时候，人民失掉一个真正能帮助他的人。啊，他如果说是也在为也做事情的时候，他能够利益多少人，这个面有多大，利益的时间有多久啊，人民能够享他的福。那现在你害了人民，失掉了账，从这里算啊，跟是被害的那个人，那个人是个菩萨，无所谓不记仇，跟他没关系，但是跟人民这一笔账的时候，因果责任你要背呀。啊，如果他做事情做好事，影响的面越大，时间越长，你的罪就越重。啊，你将他了帮助人民的这个机缘给他
断绝了。啊，因果责任要负啊。这个账将来死了以后，到阎罗王那去算这个账，那才叫可怕了。啊，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啊？啊，真正是个好人，你把他的钱都断了，啊，我们讲真好人，不但不怨恨你，感谢你。他为什么感激你？他的心尽到了，为国家、为人民服务的心尽到了。但是四呢，四的时候被你把他整垮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心尽到了，事情不必做了。你不给他机会做，他不必做了。对他有利没有弊，做事很辛苦啊，他不必辛苦了。啊，所以你多方面去观察的时候，你就了解你造的罪业是什么样的罪业，跟哪些人结罪。啊，我们用古人来做比喻，秦桧杀岳飞。啊，岳飞是个凡人，没有学这个佛法。他会恨你啊，他将来会报复你啊。岳飞受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知道忠君爱国啊，被杀没有怨恨。那结罪从哪里结罪？你不杀害岳飞，他能保护这个国家，不受耻辱。啊，他是个好人。啊，你把他杀害了，后面的结果是什么？你像金沉沉呢？啊，那个时候的金最怕的就是岳飞。啊，所以你把岳飞杀了之后，国家受了耻辱。民族受了耻辱，这个罪过可重了。啊，所以前前后后啊，你要想通了，你就不敢干这个事情了。啊，在位，这个地位越高，啊，前后这一道门，门前门后。往前面走是天堂，往后面走是地狱。啊，问题，你在这个当中，你走哪一个方向？啊，你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如是恶人，嫉妒贤者，陷害忠良，欺人之言。彼巧练不忠，傲欲取荣，毁谤良善，啊，妄心人非，心口不业。故云：心口各异，即为多端。啊，他肯定是这种人的。啊，妒忌贤能。啊，是恶人当道啊！啊，贤能的人到哪里去了？在古时候啊，都隐居了。啊，这也是祖宗教的，在这个时代，只有明哲保身。
啊，过隐居的生活。啊，隐居时这个期间当中，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传授几个学生，叫古寿四书。啊，教几个人呢？随缘，三五个人，啊，十几二十个人，把一生所学的传下去。啊，自己没有机会为国家民族效忠，希望将来自己的学生，啊，给下一代，这积大德了。这一条路走不通，走那一条啊！起心动念为国家、为民族啊，啊，还是在做啊！这是真正有智慧，真正有德行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